此去归期未卜，愿您珍重自己，切切徒儿还是。小公子。少子哥。小公子，马已经备好了，你这刚办完差事，才歇了一天就着急要走啊？师父让我历练，我也想去各处的铺子看一看。要不要跟指挥使告个别？小公子小心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几次三番的忤逆师父，辜负师父的抚育之恩，每每念及，我亦羞愧万分。如今我领悟您的教诲，将向汉州行去，沿途检索管中的暗哨，乱则治，缺则补，此去归期未卜，愿您珍重自己，切切徒儿还是。叩首，叩首。青春平复回忆故，落魄也投入承蒙你的情物，最后如最初，一生一次。指挥使，小公子已经走了，临走前我问他要不要跟您道个别，小公子没有言语，朝着您的房间磕了一个头。他的书信我都看了。其实出去历练一下也好，就是汉州苦寒，陛下的旨意也不好办。小公子这一走，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忧。在他这个年纪固然算是俊杰，但入行办差时间短，怕是再遇到什么麻烦。陛下那边我会亲自请罪。那属下告退。